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andy 二三。那我们今天也继续来玩 For Honor 一打一，打到你他妈想摔摇杆。我刚去查了一下，人家说变换姿态取消攻击。你知道，对于一个用摇杆玩家玩的超级难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大拇指他妈要按在哪里？干，你要按圈哦，啊，你要控制攻击方向，按完圈马上就要转方向。我靠呗！一个用摇，你用摇杆玩，你要去推一个人跟顺闪，他又知道你要干什么的时候，说实在的很难。他知道你会左闪右闪，他一直防侧边啊。那我最喜欢的就是顺闪平移这样闪电去砍他，结果干他都知道。他也就是说，这个骑士只要你往他头上劈，他就可以直接用红色的劈你。Round one. 哦，你就把你过来啊！哦，没体力的时候防不住，是不是？会，king 不 king，听到 king king king，然后就消失了。Round two。对，为什么？我刚刚还想取消我的重砍哦，结果他给我劈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没办法，没办法防哎，他的推不开哦，他的推不开。第一次遇到这种一直撞的哦，好吧，推不开你就不用去想为什么了，他妈推不开就推不开，干你都知道，按了都没用。Round four，因为你脚站不稳啊。啊，去那里啊。对，好，you
看不懂，就是砍到他的时候，砍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，我就会被削弱还怎样，就是很怪。干，不会那是招架吗？看不出来。那个绝招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妈，砍下去我就软掉了，他也没有隔，他没有招架，然后砍下去我就啊，就软掉，到底是啥小啊？看我看不懂哎，然后不行再打，他已经，我已经没有套路可以跟他玩了，好吧，就这样了，手憋，那感谢你们抽空来观看我玩 For Honor 的 PVP， 那我的影片呢想在这边做个 save point，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